做了几十头，但是呢，有些人一天就做人家一辈子做的事情，这个就是发菩提心，然后呢，要快速的累积这些功德，所以我们把这些功德都回向给众生，来放生护身功德，放生护身功德，供养三宝，供养三宝，所有善业，所有善业，回向法界众生，回向法界众生，病苦众生，病苦。所有布施护持者，参与者，回向缅甸人等，历代祖先，中华民族历代祖先，个人七世父母，冤亲债主，所杀所吃动物亡魂，堕胎胎儿，造成身上病苦，男女孤魂众等同享功德，愿罪障消除，永离三途，同生净土。现世者消灾延寿，一切满愿。往生者同生净土。对了，他班长者呀，阿瓦波的那也说好，好，大家功德无量。我们要感谢昨天大家回去休息了，我们那些小师傅啊，他们轮流两三个就在那边照顾到天亮，然后3:30，原来他们就是3:30就敲钟了，就起床了，然后他们就照顾得很好，所以以后将来那边还要做一个固定的。那像那个炉，一直做烟供药供，那种炉也很庄严。那各位将来以后到处冒烟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阿弥陀佛。结经云，众生是道场，知无我故，一切法是道场，知诸法空故。对于救度众生洁净心力众善奉行的佛子们，或许正是相宜的写照。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，便是静谧又安详的眉山护生园。位于嘉义县民风朴实的眉山乡，隶属于